1、2、3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太多了，我数不过来了。看来龙马今天的心情不错呀，要不早就要了你们命。大风，你得放明白点。兄弟惭愧。快跑！局长，柳爷一定从后门跑了。追，弟兄们，追！是。别管他们，追柳爷，给我追！主持爷，您喝茶。追！老实点，走。局长，柳爷给你带过来了。龙马呢？这把这院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都搜遍了，我没见着龙马呀。柳爷，祖籍不详，真实姓名不详，鄂豫皖一带巨盗，犯下无数大案要案，死有余辜，现予以正法。龙马，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你出来，我饶柳爷一命。龙马，别听他的，赶快走！我再说一遍，龙马，你出来，我不杀柳爷。龙马，别想他，别出来。
三，就开枪。好。一。人在后边呢，将出。真龙马，谁都没有见过龙马。柳爷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来充数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你是嫌我露一手？都说龙马从来不失手，你今天是我的阶下囚，我把你捆得里三层外三层，你给我露一手。都说警察不讲信用，果真如此。说是我露面了，就放了我师父；可我露面了，你又让我露一手，是不是我不听你的，我师父还是……只要给我证明你是真龙马，你师父就有救。说说看，你准备怎么给我露一手？我倒要见识见识，怎么不失手。行，那我就给你露一手。我就偷一根钢笔，一顶帽子，一把枪。钢笔、帽子、枪，在哪儿？就在这屋子里。林局长，帽子在你左手边，笔在你右手边，不用我亲自动手吗？好身手，你是龙马。